大家好，我是大象提到的吉他手凯翔，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 Fender Mustang Micro， 它是我最近很常用的行动式音箱以及行动式录音界面。它这里有一个 6.3 孔，可以直接接到你的吉他上面。另外，它有附一个 USB 3的接头，你只要把 USB 3的线接着接到你电脑里面去，它就马上变成一个录音界面了，非常非常的好用。我常常在不想要在很大的录音界面，或者是我只是想要突然有一个灵感要做一个 demo 的时候，我就会拿起我的 Mustang Micro， 然后把它插到我的电脑里面，马上把灵感记录下来。我自己最常使用的是1960年代的 British， 在它的正面有一个音量旋钮，侧面你可以选择音箱，有总共有12种，有很破的，也有很干净的。你也可以选择它的 EQ， 可以选择它的效果，有 Reverb、Delay 等等，那也可以选择一个总体的调整，非常好玩的一个神奇小物。接下来想要让大家听听看我自己喜欢的音色。一开始学习音乐很难有好的练习空间，能够让你把音箱开到足够大声，或者是让你有好的录音界面录制到好的声音，所以你什么都不想想，只要买一个东西的话，我就蛮建议你买 Fender 的 Mustang Micro， 因为它又可以插耳机，让你戴耳机练习吉他，又可以当成录音界面，只要靠一条 USB 线连到你的电脑去，就可以录制你想要练习的状况，或者是你想要制作的 demo， 推荐给大家。